我们今天上车好了，好，好，我们必须。头鱼，鱼顶，有鱼顶吗？鱼顶，鱼顶寮，顶鱼寮，鱼顶，顶鱼寮。哎，真的有顶鱼寮哎！等一下，顶鱼寮公园。哎，顶鱼寮公园，哎，他直接杀去台中了。 不是啊，走错就真的走错，真的回不去了。走错我们就回台北吧。对啊，任何寮我们都有点害怕。真的，有阴影了，你知道吗？而且要走到边边，他说你们走错了。有阴影了，因为很蛮远，所以我们有点怕。顶鱼寮公园，那圆呢？这个圆圈，一个圆圈，公园，一个圆圈，顶鱼寮公园，走。 确定，走。对对对，他直接阻止我们了。反正就是去了会跟你们讲最后重点。好难哦。不会怕，不会怕。不然你觉得是什么？顶鱼寮蛮合理。两个都是公的，他们头上顶着鱼，顶鱼寮公，对，公园。 好，那就冲一波啦！冲一波！反正错了就错而已。就错啊！对啊，我们就永远到不了了。对啊，我们就四个还是一起啊！一起走！啊，不然我们就现在直接开回台北。好啊，不然现在走了。现在换人开啊！要换我们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好。出发，顶鱼寮。顶鱼寮，没在怕的。 个人是觉得他们绝对已经到了，真的吗？对。他们有那么想象力这么丰富？可是六块那个真的蛮困难的。我们那边也有一点拖到时间。不过他们的任务比较好找。 到了，到了，各位旅客，他们好像到了哦。音乐关掉，认真以待。有啊，前面好。对。 哦，快点，跑起来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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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！好，全员要爬起吗？啊，不用爬起，不用爬起，一开始跑错地方哎，对不对？好的，都是你们的时间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随意站，好吧？因为你现在是那个顶鱼寮，好，来到这个顶鱼寮这个，看吧，对不对？我顶对了吧？ 现在是赢了秒数而已，他们回来，我们看秒差多少。等一下，我们也在这边挑战过关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它关系到晚上睡觉，今晚住哪里？天堂地狱！哎，对对对，是仙境还是地狱？哎，我看是左边，对啊，有啦，对啊，明显啊，是这里的吧。 我看到黄队，对，他们会在那边玩很久，好厉害哦！对啊。
觉得我们太夸张，他们在看着左边吗？看着我们觉得太扯了。这么帅，拿钥匙。我们来了，鲤鱼寮公园，我们到了。欸、你们有去南寮吗？有。我们也有去。真的啊？而且被他们骗。我们也是哎、欸。我们也去南寮。哇哦！哎、欸，大家好好聊嘛，干嘛去南寮的？给我南寮，超南寮。公园有没有看到何家？哎、欸，大家到这边来，这个都是我们的玩粉，哇，有没有？他们在这边呢，在公园里面呢，非常舒适。那大家我看到你们刚进来，我已经按了码表了，恭喜你们也回到鼎玉寮。我们今天这一个终点站，好，那我们来看看你们两队落差的秒数，好不好？时间，请看，12分又19秒，两队的落差。我以为我们玩了一个多小时，没有，也还好，12分19秒而已。